闻。接下来这位同学，他要演唱张清芳的《激情过后》，欢迎郑盈盈。大家好，老师们好。这首歌是你自己选的？对，也难唱，因为高音的地方激情，我们在讲话激情还可以讲，可是他激情他要上去，而且他力量都是用他的那对眉毛把它挤上去，所以到时候看你的功力用哪里。我今天也用眉毛好了，好，试试看。欢迎郑盈盈的演唱。比较完美诠释歌曲，却意外勾起往日情。二姐跟我讲过的一句话，是林哥哥不好气啊。他跟你讲这句话。是谁狂妄地缠住我一世，不让请讲评。今天很大的工程是因为这首歌是选得非常好，然后在高音的部分，在激情过后那么难唱的刚好卡住的音，你也诠释得非常好，拿捏得很好。嗯，哦，马上就要看郑盈盈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郑盈盈的演唱《激情过后》得到分数是19、20、22分，好，不低的分数哦。恭喜你过关，谢谢。中场统计，目前共13人参赛，2人坐入失败区。随着比赛将进入尾声，两人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不安。13就心情很复杂了，就是上去也想赶紧把该说的感谢的话说。